喂，早晨啊，Shaw，今日咧就有几单消息要讲嘅。第一个咧就系3.21.1嘅第一个 hotfix。今日嘅 hotfix 里边咧就净系得一句嘅啫，就系修正咗一个3.21.1更新，其中有一部分咧就会导致轻机嘅问题嘅。而第二个消息咧就好似琴日咁啦，亦都系喺发布会嘅时候咧就有两种新嘅商城嘢嘅。琴日就推出咗个全窗公仔啦，今日就推出埋个礼品包，而且咧 show 咗俾我哋睇究竟有乜用嘅。咁喺呢条片里边咧，佢就示范咗啦，喺商城个仓嗰度拣嗰个礼物包，然后再拣你想送嗰样嘢俾人，然后打入你想佢哋见到嘅字啦，跟住然后揿 apply，跟住抌落地下，你可以喺城或者藏身处咁抌嘅，跟住咧就去到执嘢嗰个人嘅视角啦，咁执嘢嗰个人就可以执起呢一样嘢，跟住执起咗之后咧，又 click 落去，佢就会开咗一样礼物噶啦。咁至于头先嗰啲字喺几时出现咧，暂时就唔知啦。喺同一个 post 里边咧，佢亦都 show 咗俾你睇下边呢一个新嘅 portal effect。呢个 portal effect 咧就系熔火冥玉嗰个熔火锻造嚟嘅，基本上咧今日嘅新 MTX 咧就系咁多啦。然后仲有一个消息咧，XRCon 2023第一次嘅入围赛咧就正式完结咗噶啦。咁如果你哋有兴趣想睇翻条片嘅话咧，喺 description 咧就会留翻俾大家嘅。咁如果你哋唔想被剧透嘅话咧，咁喺呢一度咧就停咗我条片啦。咁第一轮嘅冠军咧就系 IMXL，第二名咧就系 Tata Killa 嚟嘅。两者相差嘅时间咧就并唔系好多嘅，就好似你画面中见到咁样啦。咁因为有四次嘅入围赛啦，相信 Tata Killa 咧就算呢次拎唔到咧，佢之后都一定会可以入到。咁以上咧就系今日嘅消息啦。唔知第一轮比赛嘅结果算唔算爆冷咧？不妨就喺留言度话我知啦。如果有兴趣想一齐吹水嘅朋友咧，就记得入我哋嘅 Telegram 啦，或者 Discord， 甚至乎喺 game 里边 join 呢一个 Che Global 852 Korean 嘅呢一个 channel。如果中意呢一类型嘅片咧，就记得俾个 like 我同埋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。好啦，系咁先啦，拜拜。